重点。咁就係啦，即係心情當然非常之開心啦，因為我對醫學係真係非常之有興趣嘅。咁至於個期望就當然最簡單就係做個好醫生啦嚇，即係係啦，即係阿院長其實講得好好嘅，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要擺低個身份，大家入到嚟就係大家好認真、最俾心機咁樣去做一個有責任嘅醫生。手可能唔係好夠啊，或者工時太長啊，咁呢一啲都係係啦，都係一個問題嚟嘅。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啦，而家我見到即係。香港本地的醫科其實收生人數越來越多，咁我都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一個解決辦法，即係希望我哋第時會將來會多啲人手，咁就可以即係縮短我哋嘅工時。